65瓦，没错。那这个呢？这是100瓦，然后两个 port， 可以同时充笔电跟手机。OK。然后这边有。有换接头的，这还是 prototype 是不是？这个已经量产了，已经量产了。对，基本上展出来的都量产。OK， 就是这颗啦，这颗快量产了。这颗现在世界上应该是最小的，65瓦的，也是65瓦。对，单孔的。对，单孔的，因为你要开到两个孔，里面空间有点不太够，有点不够。对，对，的确是蛮小的。对啊，已经在哪一个呢？做到极限，这个是30瓦。哦，30瓦。对。我们都是做小小的，所以你们都是做算是变压器部分。我们是做电源，哦，就所有电源都有，所有电源都有，桌机的啊，工业用的，然后 IBC 医疗，然后包含现在新能源，像inverter 我们都有。OK OK， 我们就等于是什么都就有解决端，有碰到电就对，只要有电的，我们基本上都有。OK OK， 好，我再去看看后面。好的，谢谢。你说后面还有？对，你可以参考我们。OK OK， 我们控制在你。OK OK， 谢谢。我们进场比较，不像进场比较。What about when the lady is having some problem?